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五节经文。第六，Mirror quod sictam cito transfermini abeo qui vos vocavit in gratiam Christi in aliud evangelium。Mirror，我惊奇于什么什么什么。另外一个词儿的话，它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 mirabilis。Mirabilis，英文有个词儿叫 mirable。令人吃惊的，令人惊奇的，意想不到的。说 mirror，mirror，从后面的 or，能看到个被动的尾巴。我查到了两个，一个就是它可能是这个词儿的被动版，也可能是它的一个意象的用法。说 mirror，我惊奇过的，惊奇于什么？That 提示下文。说 sic tam cito，sic tam cito，cito 是快，也对应这里的 soon。然后这里的 sic tam 就是那个 so，字面上来看是的 as，然后再加一个 so，如此这般的快。说 transfermini，在后面的 mini 也不难看出，它有一个中被动的尾巴。我查到的说法是，这是一个比较奇奇怪怪的例外，它也不算是臆想，它就长这德行。说 transfer，你看前面这个地方，对吧？跟英文差不多了吧？转变是吧？英文是给出了一个 remove，说转变。你们转变从什么？up from，说 l him，从他转变一个多格版，说 qui 那谁，who 关系代词，带出个从句来，从那谁那谁说 was vocavit 后面这个 were，所以完成式，那呼召 was 你们宾格，那呼召你们的，然后 into 说 in gratiam Christi。那后面这个地方的话，gratiam 它不是 gratia，它不是多格，它是一个宾格，所以就是 into，进到什么什么里面去，呼召里面进到这个基督的恩典里面。再来，in aliud 的转变，你们从这个地方转变到哪去？into 又来一次，into aliud 另外一个。一个宾格的，但虽然说这个是中性主宾格长得一样，宾格的 evangelium，另一个福音里面去。第七，quod non est aliud nisi sunt adique qui vos conturbant et volunt convertere evangelium Christi quod which 又来一遍，跟前面这里的有一个。让看差不多啊，这里边的话，which，那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指的是前面这个 Evangelium，说 non est 不是 aliud 不是另一个，说并不是另一个，所以不是一个另一个所谓这个福音。其实它的希腊语版的话，其实会更明确一些。这个地方有个非常好玩的事情。Nisi only 仅仅 sunt aliqui 怎么样？是吧？单数版这回复数版来了吧？aliqui 说某些人，他们是，然后 qui 说他们只是某一些想要怎么怎么的人。Vos conturbant 英文的 turbulent 那个词，想要扰乱你们。Vos 想要。弄乱你们，并且想要 at volunt，他们想要的话，后面一个动词的不定式来做补充，convertere 改变、转换，说英文 convert 那个词，convertere evangelium Christi，转换谁？改变谁？说基督的福音。第八，sed licet vos aut。Angelus Dei Caelo Evangelizet vis praeterquam quod evangelizavimus vobis anathema sit sed 但是 licet 是一个无人称句，就像 it is allowed 这样，假如
是允许的话，那么我们 was 或者 angelus 或者是天使从天上来的，说 de caelo from 从天上而来，或者是从天上下来。我懂，说 evangelizet 传福音，对吧？动词版来了 evangelize， 说传福音的话。另外一点，从你后面的一个单数版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个就近原则，我们或者是什么什么，后面这个离它比较近，所以它采取的是这个来做主语。我懂。Preteriquam， 那非常明显，你下一篇一句还能碰到一回 preter， 而且它用法有点不太一样。这个 quam 加上 quam 之后，那连在一块儿，我查到的说法，这是个副词，副词 besides 或者 except， 在什么什么之外，说 quod 又来个 which， 说 evangelizavimus。这里面的话，我们传过的，在这儿你看得到有一个 imus 的尾巴，然后前面一个 wo， 说在我们所传过的那个以外的福音给谁啊？ wobis 给你们，说 anathema sit 一个现在时态的虚拟语气，那他就该是什么什么，那他就该是受咒诅的 anathema sit。 另外就是这地方出现了几处这个虚拟语气啊。好，往后走，说 sicut praedixemus et nunc iterum dico si quis vobis evangelizaverit praeter id quod ac Capsistis anathema sit sicut， 正如怎么怎么样，正如 praedixemus、啊、dixemus dix 完成式的说那个词，说 pre 在什么什么之前，就是英文 pre 这个词，那就像我事先告诉的那样 at 而说现在的话No, now， 那么现在 iterum again， 再一次 ，dico， 我说现在时态，我现在再说一遍，说 si 啊，又来一个条件句是吧 ？si quis vobis， 如果有人后面说 evangelizaverit， 如果有人怎么怎么样，如果有人传过福音给你们。这地方呢，他用了一个 will， 能告诉我们是个完成，然后后面的 erit 是个将来时态的 will be， 所以是个将来完成。说假如确实有人传讲过，给你们传过，说 preter 在什么什么以外，除什么什么以外 ，id quod id 字面上来看这个 quod that 或者 which， 那 acapsisit。Acapistis 你们接受了 Acapistis 后面这个 istis 的尾巴复数版你们，那你们所接受过的，然后 anathema sit 同样是一个跟前面一模一样现在时态的作为虚拟语气，那它就该是受咒诅的，该受咒诅。同时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所谓真实的条件句啊，真是有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它就该怎么怎么样，假设为真的情况，这个跟下面假设为假的这个事就不太一样，你会发现它实在是不同的真实条件，后面这使用了一个现在时态的，它就该被咒诅。好，往下走，下一个说 modo enim homonibus suadeo aut deo aut quaero hominibus placere si ad hoc hominibus placerem Christi servus non esse modo 现在 now
也对应下面这个 now。现在的话 ，anim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啊。那这地方倒是实实在在，确实。说 hominibus suadeo， 英文的 persuade 那个词 suadeo， 说服、说服。说我要劝服人 hominibus， 字面上来看，有点像个对人劝服，一个语格版的对人，还是对神呢 ？out deo， 我是要说服人还是要说服神呢 ？out 或者再来一遍，或者是 quiero 啊，后面是我寻求或者我想要，说 quiero 后面只有一个动词不定式 placere 或者说 placere 重音在后面 placere 我想要取悦于谁谁谁，我想要取悦人 hominibus 用一个语格取悦于人，这个东西在我们初阶段应该也学过，像 placet ne tb， placet ne tb， 字面上来看，这里你满意吗？这取悦了你吗 ？placet ne tb， 那这里说我想要取悦人的话，还是我想取悦人呢？说 c ad hoc， ad hoc， 字面上来看 ，until here 或者 until this， 那到现在是吧？到这儿。也就是仍然 still 说 C 如果好条件句说如果我还是想要 hominibus placerem 好这就不太一样了 placerem 那就不太一样了用了一个 placere 但是加了个 rare 所以一个过去未完的条件是这个过去未完的条件那过去未完的虚拟语气在这儿条件句用了过去未完为什么要用这个不用现在就因为它不是一个真实条件、啊、也就是我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假如说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个非真实的一个虚拟说 placaren 如果我还是想要取悦人的话 Christi serus non sm 后面还是一样、跟这个是一样的我就不会是个什么什么什么了用了一个过去未完的一个虚拟我就不会是一个这个Christi Serus 就不再是基督的仆人了。当然了，作为条件，或者说作为虚拟语气的话，首先它并不是真实的对应时间啊，并不真实对应时间，它可能是一个是否真实发生，是否是一个真实条件或者是非真实条件这么一个概念。好，以上就是这五节经文，我们下一次再往后面接着看。